咁样上场咧就国际赛就输咗咧，有冇话少少唔开心啊？佢又伟大发挥咁。我相信都有少少失望啦。其实就好似运气嘅问题咧，最重要，即系俾人哋感觉就系马唔系个方唔得，而系少少有时或者马未适应个环境。即系点样都系一个国际赛啦，有第二啲马嚟啦。呢个运气我最紧要就谂。咁今场啊，伟达都发挥到。佢今場騎得好好，即係咁講，或者係本地賽啊，咁咪知道曬啲馬，即係上次或者變咗個估計個實力或者有啲唔同咧咁講。今季有咩目標咧？啫嘛，我哋會試一試睇下，即係繼續最緊要嗰、那個繼續兩場嘅一級一釐賽啦，睇下到期試。如果入得到圍，我哋會考慮睇去唔去杜拜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四月底就香港啦，然後先到六月先到安田啦。嗰兩場多數我哋都 focus 嘅。咁你覺得第二站香港金杯跑2000米嘅氣量？我哋會嘗試，我諗或者會啊，即係或者我都會報名跑，但係又好難講，係適唔適應得到咁長。1800咧，我相信就會有把握一啲，2000就點解長咗多咗少少。